喂，英皇粤语的 call in 啊，准备好没啊？即刻开始了喔！我家就是游乐场，屋企有啲咩好玩啊？等你 call in 入嚟，话俾我哋知。是明哥啊，是不是很特别的出场的方式呢？没错，等我先介绍一下先，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我们央广粤语 call in， 还有就是 Facebook 再加 YouTube 的直播。耶、yeah! yeah! ！哇，好多啊！是啊，解释一下啦。有短播收音机可以收听啦。而且咧，又有 YouTube 同 Facebook 可以收睇噶，即时而家就可以睇到啦。所以我哋所有嘅听友仲有网友，即刻上去捧场留言，仲有就系要点赞，揿赞揿赞啦，系啦，嗯。咁我哋而家究竟咧，我做乜嘢啊？因为太多嘢想做，冇错。其实讲真啦，大家有冇睇到我哋面前摆咗好多嘢，好多嘢想介绍，亦都好多嘢想同大家讲，但系而家唔得住，因为即刻就已经有朋友 call in 咗。哇，好快喎、啊！快啲话俾我哋听，今日第一位系边一位？哇，我个同乡啊，来自马来西亚嘅杰梅啊！哇，杰梅姐，你居然系第一名啊！杰梅姐，好耐冇同你联络啊，最近好唔好啊？杰梅姐。Hello， 你好啊！好多谢你啊！你最近点啊？我一直喺度，我早早喺度等住打就打咗嘛。你运气真系好好啊！哇，恭喜晒我哋第一个啊！我即系自己有寄信，但系你哋冇收到我信。系一直都冇收到，好挂住你啊，杰梅姐！话俾我哋听，你而家近况点啊？你哋寄嚟嘅咩嗰个？coin 嗰个纪念品我有收到喎、啊。你有收到啊？聽完紀念品我又收到喎、啊，仲有咧？仲收到啲咩啊？我寄信俾你有冇收到？嚇、啊，有你哋寄嚟嘅信我都收到嗰啲。有寄禮物俾你有冇收到？我收到啊！寄禮物俾你有冇收到？嚇、啊，禮物就係嗰個咩有咯？就係你講個嗰個筆我冇收到咯。跟住我再寄。寄漏咗啊？係咪疫情關係啊？可能係我冇喺屋咯，又差佬嚟，冇人喺屋企攞走咗咯，又冇講咯。杰梅姐，我哋今日 call in 嘅主題就係我家就是遊樂場，屋企有啲咩好玩？杰梅姐，馬來西亞嘅疫情都冇嘢好玩。馬來西亞嘅疫情都好嚴重，話俾我哋聽咧，你喺屋企都做啲乜嘢啊？屋企啊，冷筋沤嗰啲。而家又唔得出去，又唔得跨州，我喺度住，我都冇翻过两年，冇翻过我屋企咯。系啦，大家都系咁，我都系两年冇翻屋企啊。我都系啊，我两年都冇时间翻到去沙巴。我哋互相支持，我冇大家飞机仲过唔得啦，我搭巴士车都唔得。不过杰梅你可以追剧啊嘛，喺屋企睇电视啊。我唔好睇剧噶，等我睇嗰啲咩啫，我中意睇嗰啲纪录片咯，爱玩客嗰啲啊。杰梅姐，再讲一样，你喺屋企仲会做啲乜嘢？话俾我哋听。屋企啊，就做种下嘢咯，去割树咯，都好啊，健康啊，运动一下嘛。杰梅姐，好多谢你今日 call in 入嚟，真系好开心，好想同你倾多啲。不过我哋好多朋友打入嚟，今日我哋要突破15通电话，让俾佢哋咯。OK， 好，唔该晒。杰梅姐要继续联络啊，要继续联络啊。好，多谢晒杰梅姐，拜拜。再落嚟第二位，哇，来自边度啊？老化是不是江苏啊？文君啊？中国大陆的听众朋友。是你好啊。你好啊。我是江苏省苏州市的。文娟。啊，对对对。哎，你好你好。你好，谢谢你。你有听我们广东话节目吗？我听的。怎么说呢，我非常喜欢听你们广东话。可惜我听不太懂，没关系，可以慢慢学。他也是这样学会的。对，没错。文娟，我们的主题是你在家会做什么事情呢？告诉我们。那我在家的话，我要告诉你们好消息。我在家里的话，我学会了，就一个人，可以做一桌子菜。哇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真的，我跟你说，当我的老师。防疫期间，其实每一个人的厨艺都会。增加会变得很厉害。我们都是文娟，你做一道菜是可以给几个人吃的？一桌，一桌，十二个人，对不对？不是，
不是不是做一道菜给一桌子人吃，而是做一桌菜给一桌子人吃啊。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太厉害了。就是一家人都吃得饱。没错，我只能够买便当然后加热。你好厉害啊。我那如今就是就有了这个疫情过后就不敢在外面吃饭了。没错没错。在家里做比较安全嘛。是的是的。那我就学会了在家里做饭做菜，然后做了过后就让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吃，这样的话就能够安全一点，对不对？没错没错。哇，今天真的很高兴，也都很谢谢你打电话进来，以后多跟我们联络好不好？ OK， 好，谢谢谢谢文娟，你答应了我要追着你哦。拜拜，谢谢，拜拜拜。再下来的这一位啊，来自广东的冰冰啊。冰冰，你又是好久没跟我们联络啦。 Hello， 冰冰你好啊。大家晚上好，介绍我哋个靓仔俾你识，明哥，见唔见到佢啊？而家就戴住口罩咧，都系靓仔嘅，唔好摸埋入口罩咧，就睇到真面目啦。系啊，冰冰啊，你好啊，啊，系，你最近点啊，冰冰？挂住你哋咯，有咩都唔同我哋联络，仲话挂住我哋。咁我家下有 call 应我，嗱嗱嗱先就打电话啦。头先啱啱有少少嘢忘，我惊错过咗，嗱嗱声打过去，冇谂到我仲系第二位。真系好多谢你，好多谢冰冰，冰冰好叻女噶，做生意又叻，系老板娘，跟住入厨又得，跟住生得又靓，真系冇嘢唔得嘅。有啊，全能喎，真系好叻噶，而且仲好后生添咋。咁冰冰冇啊冇啊冇。咁冰冰，你而家喺屋企咧做乜嘢啊？你平时喺屋企啊，乜都做啊。我都系叻女嚟噶，而且佢仲系唔停得手嗰只噶，一得闲就搵嘢做嘅嗰只嚟。系啊，系咪啊，冰冰？咁你都一心二用啊，比如话睇紧电视咧，打下冷衫咧，然之后煮下饭啊，唱下歌啊，咁样。冰冰唱歌好犀利。煮唔识整嗰啲咩冷衫啊，不过煮嘢食啊，得闲嗰阵时啊，整啲嘢俾 B B 食咯。嗯，仲有唱歌又犀利。开心嗰阵时又唱下歌仔。系啦，我成日都觉得冰冰好叻噶，不过冰冰而家就忙住赚钱啦。不过我知道你赚到钱都好替你觉得开心。冇啊！呢个月比较冇咁忙，家下都得闲同你倾偈啦，家下。系啊，以后多啲联络得唔得啊，冰冰 ？OK OK 啊，好好多谢冰冰，好多谢冰冰，多谢晒冰冰。好好，拜拜。再落嚟下一位。哇，好多啊，来自美国嘅 Thomas 啊。Thomas， 喂，你好啊 ，Thomas 你好。Thomas 真的很有心啊，在上班之前专门都 call in 进来，接着再上班。多谢晒你 Thomas， 我感动啊，因为有时差。哎呀 ，Thomas， 快点讲下，美国疫情严不严重？你那边？讲话严重又严重，又不严重又不严重，因为有些人打了。打咗防疫針之後，佢哋唔戴口罩喎。你睇我哋今日都戴住口罩嚟做節目，到底邊個邊個嚟㗎？冇錯，就算打咗疫苗咧，佢都戴口罩㗎。我哋好乖㗎。係啊。但係我都要戴口罩，我唔理佢哋點樣啊。啱啊，就算我打咗針，我都戴住口罩。我都係咁嘅。係啊。Yeah，係啦。Thomas 話俾我哋聽。是保護自己嘛。嗯，你在美國那裡呢，在疫情期間有沒有真的要留在家，不可以出門口這段時期？有些公司可以留在家，但有些公司就要上班。那你公司呢？我啊，我因為我要上班。最勤力的那個。如果沒有上班，你在家你做什麼啊？聽我們節目。我呢就種屋企后面有个花园，咁啊可以种下啲菜啊，种下啲嘢玩下咁样咯。好犀利噶！剪下草啊，咁样可以做下运动啊。Thomas 之前仲种过一个系咪琵琶？系啊，琵琶，今年俾冻死咗，今年唔当时落雪，阴公系咪太冷啊？死晒，所以冇琵琶食啊，系嘛？系啊，冇琵琶食啊。咁样呢一次你做乜嘢啊？死晒，再种啲咩好啊？今次种咩啊？冇啊，嗰啲无花果树。无花果我又系中意种嘅，得
行我哋交流啊。好多谢 Thomas， 你真系好。好多謝你啊！你真的很捧場啊！不過因為後面又有朋友等緊，多謝曬，多謝曬 Thomas， 再見過，以後多啲聯絡啊！拜拜，拜拜，再落嚟呢一位係來自越南嘅明霞，美霞，美霞，你仲要同人改名啊？唔好意思啊，美霞，對唔住啊，美霞你好。美霞你好，诶系你好你好，哇！我将你个美霞咧加入我个明啊，又明霞，唔好意思啊，佢系发音唔准咋，美霞原谅佢啊。冇好嘢。诶，唔该晒啊，美霞，美霞想问下你咧，而家就喺屋企做乜嘢啊？我依家喺屋企啊，而家翻工嘛。系咯，而家越南嘅疫情亦都好严重，系嘛？是是仲有好严重啊！依家今日都有啊，几千啊！所以简直都唔出门口啦，系咪啊？系系冇出门口啊！系咯，但系唔出门口咧，都好好无聊噶喎、啊。你咯，我哋好多嘢做噶。美霞，美霞话俾我哋明哥听，喺屋企可以做咩？听节目啊！佢话系美霞好支持我哋节目噶。咁仲有咧？啊，听节目嘅。哇！就系听节目啊！仲有写收听报告表，哇，好乖喎、啊！美霞系我哋好勤力嘅听众朋友之一，同我哋写好多收听报告表，然后又写好多来信俾我哋，哇，真系我哋嘅忠实支持者。你写一答快啲，飞吻一答，飞吻。多谢晒美霞，美霞，咁而家都冇出街买餸啊？啊，出街，依家我呢度我有一个人咧喺住喺近我呢度，佢帮手买餸。哦、啊，帮买餸，所以我哋唔使出去，去帮手我哋去排队啊买餸啊。哦，所以连餸都唔使出街买，跟住又居家工作。美霞美霞，透露下，你之前咧咪讲话唔知道人工会唔会俾人扣嘅，因为而家居家工作，可唔可以讲啊？到底而家居家工作到底会唔会影响人工噶？影响噶。真系啊？影响噶。多唔多啊？影响得？影响差唔多有一半啦。哇！好大影響喎、啊，係啊。咁美霞有冇諗過，不如就地喺公司翻工啊嚇？嗯，依家我公司咧喺入邊都唔俾啊喺公司嗰度做埋啊，即係公司都停工埋啊。哇，真係好大影響喎、啊！咁希望越南嘅疫情可以快啲控制住，如果唔係真係對大家影響都好大，係咪啊？係啊，經濟啊，啊收入啊。咁、啊、美霞，依家好多人都喺屋企嘅。有冇好擔心啊，美霞？嚇、啊，會唔會擔心？有擔心啫。但系都谂唔到好多人啊，好多人喺屋企啊，都冇翻工嘅。系啊，系啊，依家嗯，真系要祝福越南，亦都希望美霞你多多保重，唔紧要啦。大家都系咁噶啦，我哋都经历过呢段时期，嗬。系啊。之前嗰两个月我哋都好紧张，讲真。冇错，冇错。咁唯有大家多啲保重啦。仲有就系喺屋企可以搵嘢做嘅，有冇睇到我哋台前面摆咗好多嘢，全部都系我哋喺屋企做，系我哋各自喺屋企，我同你唔同屋企。系啊，系啊。我同明哥唔同屋企。我打算咧摆。摆摊咧，我买啲手工噶啦，都系我哋喺屋企自己做嘅。一阵得闲，一阵你介绍，嗯，好，嗯，唔该晒美霞，多谢晒你啊，美霞，以后多啲联络啊，嗯，拜拜，嗯，咁我哋而家终于有时间可以介绍台面上面啲嘢哦，啊冇啊，冇啊，系电话，诶，来自我嘅同乡啊，马来西亚嘅权华，权华，阿明哥你好，你好啊，你好啊，小姐你好，好耐冇睇。到你了，是啊，全华你好嘛？哎，全华没有看到你了了。是是是，哎，全华你来自哪里啊？哎、我来自马来西亚。马来西亚哪里？雪兰莪、我来自沙巴。哦，你来自沙巴。广东话的咩？我们马来西亚疫情很够力哦。是是是，很够力哦。二十天了嘞，真的很可怕。哦，可怕。你同我喺度做疫情。雪兰莪把身啊，只有8,700了嘞。是是是，全华，哎，讲广东话，讲广东话，表现下你嘅广东话，因为两个踢出局。我的广东话好唔好？你呀，而家比较少同我哋联络，广东话的而且确真系退步咗。系啦系啦，不过咧，全华咧喺雪兰莪咧，其实都系讲广东话比较多啲噶，系咪啊？系啊，是，所以我会听，可是我不会讲哦，我早就讲福建话了。啊，你是福建人啊？啊，福建人嚟。哎，我是潮州人。唔是台州人，我是潮州人。哦，你是潮州人啊？哎，家己顾家己啊。潮州人啊。哎呀，潮州人啊。在疫情的时候很辛苦哦，在家。是是，没错没错。没错没错。马来西亚疫情都好严重啦，系咪？而家都仲。啊，每天都自己煮哦，煮来吃哦。哦。咁全华兄喺屋企中意煮啲咩啊？
啊，煮很多，等一下我拍给你看。好，你讲噶，你一定要影你啊吓。你有吃到榴莲吗？啊，榴莲好吃咧。你哋真的好同乡嘅。我真的是榴莲。榴莲要吃榴莲嘛？你有没有煮咖喱啊？榴莲来煮咖喱啊？不是，我想说你煮饭，你有没有煮很多咖喱？啊，是啊，咖喱我最喜欢的，辣辣的更加好。我跟你说，在台湾啊，我也是很想念马来西亚的咖喱哦。哦，是的。是，你赶快拍照给我们看哦。啊，尤其是那个印度的那个羊肉啊。哦。哦哟。好，你不要再讲了，你不要讲了。老塞了，好。好华兄，好多谢你今日 call in 入嚟啊！谢谢，你真系好耐冇同我哋联络啦，以后多啲联络啦。啊，好 ，OK， 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全华兄，哇，好，今日终于而家有时间可以倾下我哋台上面所摆出嚟嘅呢啲嘢系嘛？真系好忙啊！应该系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捧场，冇错啦，嗯。其实咧喺节目之前啊，就已经有好多听众朋友私底下同我联络。是答应了要打入来的，不过他们唯一担心的就是不知道可不可以成功 call in 入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毕竟是很容易撞在一起，线路是得不多嘛，所以他们都知道，而且我们 call in 也不是第一次举办，所以之前他们的经验都知道是很难打的。但是还是节目一开始我们都还没开始讲话就已经即刻那么多 call in， 真的很多谢大家。跟着下来我相信也都还会有很多听众朋友准备打入来的。我把握时间来讲一下。好啊，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今天在荧幕上面所 show 出来的很多东西？为什么呢？要买的吗？啊，要买。不敢买啊，因为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在家里面所做出来的成果。没错啦。所以是真心品嚟嘅呢个，真系。我同明哥喺屋企都好唔得闲，好忙，我凑女啊嘛。咁你凑女，你唔可以纯粹就系叫佢乖噶，系咪先？系啊，又唔能够一直睇电视啦，咪电视宝宝变咗电视嘅 baby 啊。咁我哋介绍边一个先啊？哇，梗系介绍最抢眼嗰个啦，明哥专登摆前面嘅，就系呢一个啦。系啦 ，show 出嚟睇下。呢一个咧叫嘅就娃娃屋啊，佢就系用一个纸盒咧做出嚟嘅一个系啦，冇错啦。咁呢个咧就系我老婆咧同阿女女一齐做嘅。哎呀，犀利咯！呢个犀利嘅地方咧就系个盒系攞嗰啲唔要嘅盒自己做出嚟，唔系买翻嚟嘅嗰啲咁嘅材料嚟噶，系自己揾适当嘅盒嚟做。咁跟住咧。里面嗰啲咧就系、是、本身嘅啲玩具，将佢摆入去。系啦。你睇下，其实都好嘥心机噶。咩叫嘥心机啊？好嘥时间。应该讲系真系用咗好多心机，大家有冇睇到啊？而且咧，佢亦都系搭咗好多嘅一啲凳啊、台啊，就系、是、将佢做成自己做嘅，自己揾材料做成嘅玩具屋嚟。冇错啦，就好似呢个 Elsa 咧，佢可以上楼梯啦，可以喺屋房间咧可以瞓觉啦。又可以換衣服啦，又可以梳妝睇到化妝啦，亦都可以咧樓梯咧到廳啦睇電視啦，又可以去沖涼啦，又可以煮飯啦，做好多嘢做噶。但係其實呢啲都唔關明哥事，因為呢一個娃娃屋係佢太太嘅心血同佢個女嘅心血係咪啊？明哥純想咧就係喺旁邊陪玩嘅嗰一個係咪啊？冇錯啦。其实呢，我觉得明哥你太太真的很有心思，除了这个非常抢眼的娃娃屋之外，另外旁边还有一个是扭蛋机。没错，这个都是自己的 DIY 来的。是啊，这个盒呢都是找那些不要的盒自己来做。这个真的有点机关。是啊，这样扭的。而且呢，我们都有将听众的留言呢放在入面的，我们还可以扭下扭下这样。就将它扭出来。没错啦。我睇扭边一个先，系啦，呢啲都系听众朋友之前写嚟俾我哋嘅留言，我哋嘅朋友想唔想知啊？我哋开下先，我开到啊，有技巧噶，我揿一揿咁样啫。啊，我哋嚟睇下呢一位听众朋友，哇，犀利啦！我读俾大家听啊，佢咧就系嚟自马来西亚嘅郑秀明，佢讲喺疫情期间，佢喺屋企最经常做嘅事就系煮嘢，一日三餐都系自己煮，最。拿手的菜即是那些餸就是臘腸、蒸肉餅，還有就是叉燒煎蛋。
哇，好好食喎！咁犀利嘅，我覺得今日有好多馬來西亞嘅朋友啊，係咪因為你嘅關係啊？咁真係多謝曬喎！係啊，有好多人支持啊！係啊，馬來西亞人都好熱情㗎。係啊，哎呀，來自馬來西亞嘅喎，好，來自馬來西亞嘅粉權粉權股粉權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你好啊，係啊，可憐啦，有冇喺 Facebook 睇到我哋啊？係啊，睇到有，你好啊，你好啊，通知啊！海飞的通知Facebook 睇到咯。其实讲真啦，喺节目之前就已经好多朋友话要打，不过可能线路唔系咁好打咯。如果唔系，应该系好热闹，好热闹。呢排日都喺屋企啊。嗯。粉权兄最近点样啊？呢排。嗯。啊。而家喺屋企啊，识做啲乜嘢啊？而家啱啱食咗饭咯。嗯。咁而家马来西亚疫情而家都好严重下喎。是啊，日日都過20,000啊。是啊，好好擔心啊，我來自沙巴州噶，咁我都成兩年都冇翻屋企啦。又喺度認親啊。係啊。咁粉權兄，你嗰度嘅疫情嚴唔嚴重啊？好嚴重。嗯。我哋怡寶就有今日有600多case咯。哇。所以都係唔出得街係嘛？我哋依個都係紅區噶。所以都係唔出得街，跟住譬如講有啲咩限制咁啊？即係應該唔，因為紅區又係唔可以出街嘅咯。咁你工作咧？一定要戴口罩咯。咁你嘅工作咧有冇受影響啊？工作都係做，但係都每次你翻工都有 scan 啊 ，scan 我哋一個 app 噶嘛。啊啊，做一個記錄咯。嗯，係啊。防有咩事啊？知道可以揾到你嘛？嗯。咁你有打咗疫苗未啊？打咗兩支咯。哇！有一個保障啦，不過都係要謹慎同小心，係咪？冇錯，係啊，都係好小心，因為而家依個病毒聽講好緊要嘛。係啊，識變種啊，嗯。啊。咁粉權兄啊。啊。你平時喺屋企唔出得街嘅時候都做啲乜嘢啊？玩紫菜咯。紫菜。大家都係，即係一個疫情，大家廚藝都精進好多，係嘛？係啊，因為嗰排可以休息，可以去行下百貨公司噶嘛。啊！而家冇得行啊。係冇得行，得而且怡寶咧好多美食噶。系啊，美食都唔避開，有心啊都可以打包帶走咯。有白斬雞啦，芽菜雞啦。你數咁多做咩啊？開餐廳㗎。你嚟過怡寶咩？有我嚟過怡寶。佢好熟㗎，馬來西亞通嚟㗎嘛。啱啊。仲有啊白咖啡咧。係啊，白咖啡好出名。係啊，哎呀，真係流曬口水。流曬口水。其實明哥一直好想翻鄉下㗎。係啊，希望佢有時間咧，可能疫情咧可能比較好啲，就可以翻去啦咁樣咯。哦，你唔係住怡寶咪？唔係，我住喺沙巴。哦，沙巴，係東馬，都 OK 咯。嗯，不過東馬疫情都係嚴重㗎。係啊，係啊。嗯嗯，大家保重。你除咗喺屋企煮餸之外，另外其實煮餸，男人煮餸真係好有魅力㗎，講真。你唔覺咩？覺啊，因為我唔識啊嘛。啲通常都係男人啊。男人一落廚即刻就好有魅力。加分啊，直情。超加分啊！所以係男人都應該學煮餸。嗯。知唔知？OK， 我先檢討一下。咁粉權兄，你嘅拿手菜係乜嘢啊？我咩知普通嘅咯。嗯。普通嘅係乜嘢先得㗎？馬來西亞普通嘅係乜嘢啊？客家人嘅啲紅木耳炆豬肉啊。哦。木耳炆豬肉，嗯。客家菜。客家菜係咪啊？客家菜嗰啲咯。咁有羊豆腐咧？羊豆腐都有啊，放啲鹹魚落去咯。哇，好食喎！咁扣肉咧？哇，你哋好有共通話題喎！因為我媽係客家人啊嘛，所以我知。你又客人嚟咩？我媽係客家人啊。哦，你設計員。係啊，設計員啱啱喺客家人。翻得過客家喎。後降後降，但聽下點解客家話口相唔同喎？係咩啊？係啊，各有各唔同咯。係啊，我都係沙巴客家話。沙巴啊。有乜乜嘢梅恩噶？系梅照，梅照系梅照，好多刘莹，刘莹听，刘莹听唔明噶啦，我哋唔多谢讲客家话。我梗系听得明啦，不过我想赶你出去啫。好啦，咁唔该晒喎，多谢晒粉权兄，以后多啲联络吓，多谢晒。有 ，OK 嘅，多谢晒，好，拜，哇。诶，今日真系唔够热闹喎！我哋嘅听众朋友吓、啊，快啲加油！而家暂时冇人打入嚟啊，打入嚟同我哋倾偈嘅朋友，快啲把握时间。我哋要介绍一下电话啦。好啊。譬如话，如果咧系马来西亚、菲律宾、纽西兰、英国、法国嘅朋友咧，就记得打00800555516516。咁如果系泰国、新加坡嘅咧，就系00100055516516。
咁美國、加拿大咧就係0118005165516，歐洲嘅話咧就係0011800516516516，哇！好多五一六喎，好最重要直播電話，因為好多朋友都講啊，打呢一個免付費電話咧就比較唔好打嘅，都係付費電話好打啲，所以大家記住呢一個要付費要俾錢嘅電話就係88622886563，再加一次88622886563。點解我咁心急講完呢個電話呢？因為其實仲有好多嘢想同大家講。嗯嗯，再落嚟咧就想同大家講下我哋台上面啲嘢。啊，不如咁啦，我谂到一样非常之精彩嘅，但系好似冇时间，因为又有朋友 call in 入嚟。哦，系啊，系啊，咁要等一阵噶咯。其实咧，今日明哥啊，为咗喺直播呢度大显身手，准备咗非常之多嘢，仲准备埋准备唱歌，但系而家有冇时间？不过大家唔好因为想听佢唱歌而唔 call in 入嚟啊，呢个唔系重点。最重要你 call in 啊，call我就唔使唱歌噶啦。唔系。你哋 call 唔 call 佢都要唱噶啦，不过喺其他地方放啫啊。总言之咧，今日明哥真系，其实明哥呢一次咧就是、我哋第一次佢讲嘅第一次直播，所以大家真系要表现得热情一啲，因为佢以后就唔同我哋玩直播。系啊，我好紧张噶。哦，再落嚟，多谢呢一位。系、来自大陆嘅冯乐祥。我唱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系中国大陆浙江省嘅听友冯乐祥。但是我广东话不是挺好啊，所以多多指教啊，多多指教。明哥你好啊，老你好，你好，系慢慢讲，慢慢讲，你好。你好，那我平时都要听呢个节目，世界都系游乐场。哇，多谢晒。呢个节目都系好开心噶，我觉得呢个节目都系几好嘅，系。咁样你而家阵咧喺大陆咧喺屋企嘅话，你做啲乜嘢啊？哦，我喺度屋企啊，就系都系我系自己做人文嘅翻译嘅，所以讲我平时都系我喺屋企喺那个电脑嗰度做翻译嘅工作嘅。哇，好方便喎！做翻译工作咧，其实系冇地方嘅限制，喺屋企都可以做噶。系啊，所以落场不嬲都系要通过微信啊，同埋 QQ 呢啲。通讯嘅软件都系同翻译公司都系有联系嘅，所以讲我同佢哋通过呢啲 QQQ 啊来那个接收呢啲文件嘅。咁落场啊，有冇因为呢个疫情咁接嘅 case 变少咗？系啊，还有啲翻译公司佢哋嘅业务都唔系几好啊，所以讲中国大陆嘅好多嘅公司都唔系几好，所以讲我都系好希望呢啲疫情快啲过去啦，有啲缓解啊，系咁样。旧年就已经讲话有受到影响，今年都仲系咁啊？今年嘅啲 case 量都系变少啊？系啊，我经济方面都系都系冇恢复啊，所以讲我都系好担心。所以讲咧，我平时咧都系主要都系凑仔啊，凑仔，你凑仔我哋凑女，去公园嚟玩下啦，商场啊，超市啊，去买啲嘢啦，所以讲。我哋呢啲啲都系有出示那个健康码咩嚟噶，所以讲好麻烦啊。大家都系咁样啦。系啦，我嗰个 QR code 啦，我扫描啊。落场，你系中意唱歌嘅，阿明哥都系中意唱歌，阿明哥系歌王嚟噶，以后你都可以比下。明哥，其实我自己嘅唱歌都唔系几好啊，所以讲我都系多多指教啦。好，我多谢落场啊，多谢晒你咁捧场，多谢晒你，多谢，多谢，拜拜，落场咧，佢好支持我哋央广噶，好多节目佢都听噶。哇，而且咧，佢系咪因为翻译咧有一个语言嘅天才咧？其实讲得唔错噶，广东话。系啊，而且佢广东话系自学喎。哦，系啊，犀利咧，系啊，好犀利。再落嚟咧，我哋就把握时间嚟介绍下台面上嘅嘢。头先介绍嘅都系明哥啲威水嘢啦，明哥佢太太嘅威水嘢，冇错，佢事。而家就轮到刘莹啦。哦，我一定要 show 嘅。其实我今日好多嘢想 show 俾大家睇。你想 show 边一样啊？我想 show 呢一个咧，大家
大家睇下估唔估到系咩嚟嘅？呢个睇唔到啊！公仔咯，哆啦 A 梦。呢个啊，呢个系咩卡通人物啊？皮卡丘。冇错啦，呢个咧就系比加超。比加超有冇睇到三只比加超？咁咧，我屋企就有两个小朋友，一个系六岁，一个系十岁，再加我呢一个大人。咁咧，我哋一人做一只，你估下边一只系我做嘅？一只啊！呢只似系我做嘅咩吓？大家估下，你觉得边一只系我做噶啦吓？我估中间一只啊，唔系我估中啊。冇错，呢一只最唔似嘅就系我做的，因为太唔似啦，实在。点解你会认为大人系做得最唔似嘅？因为唔听话咯，细蚊仔好听话噶。皮卡丘有两个耳，冇错冇错冇错，有两个啊嘛。点解会有呢三个公仔呢？就系、是、有一次咧，咁我同两个女喺屋企啊嘛，咁你唔想佢一直睇电视啊，你都冇可能一直叫佢安静，咁就揾嘢俾佢做啦。咁我咧就同佢哋玩咗一个游戏，就系、是、每人一嚿纸黏土，都系黄色嘅。跟住我哋就比赛，睇下边个做比加超可以做得最似。哇！咁你真系赢分啫。你错喎、啊！我本嚟真系以为我一定赢，我仲谂住点样做核突少少啊，让下佢哋唔好赢太多。但系点知做出嚟之后，你觉得边只最似啊？一个系啦，冇错啦。系大家估下呢一只系边个做嘅？你估系十岁嘅做啊，六岁嘅做啊，定系我呢个大人做啊？我估应该是大女十岁做的。你点知道啊？冇错，系啦，做出嚟之后真的完全输俾佢啊！嗯，咁我想问咧，咁样奖品是乜嘢啊？奖品就是恭喜一句啦，你好叻啊！咁样惩罚咧，呢个咗太丑啦，呢个。喂，呢个系六岁做的，你想点啊？我话呢一个啊，阿妈做噶。梗唔系啦，呢个系阿妈做噶。呢个做得最唔似比例最唔似嘅嗰个就系阿妈做嘅，呢一个。他已經很盡力了，六歲的小朋友已經算不錯了。啦，這個就是我們在家玩遊戲，就是只要一人一嚿紙黏土你就可以，這裡差不多又玩了個幾粒鐘了。是啊，而且你有很多黏土喎，是啊，這個又是黏土。沒錯沒錯，其實在我家裡是非常喜歡玩紙黏土，因為我一直都覺得沙和紙黏土是非常非常可以玩，而且是玩極都玩不厭的一種遊戲，即是有很多變化。再來show下這兩個行不行，都是我們自己做的。哇，都是黏土啊？是啊，紙黏土自己做的，而且還是就地取材，有什麼做什麼那種，將不要的東西黏在一起。我先看看、遠看可以騙人啊，是不是斷啊？我要輕輕一點，那個頭懂得動的，其實都是不需要成本的，不需要成本。用什麼做的？唯一需要的就是紙黏土咯。嗯，紙黏土，跟住其實佢你玩開的話，佢的技術都是一樣的。總言之呢，我得閒的話就是拿啲紙黏土跟他哋一人比賽啊，或者是想到什麼就做什麼樣。我好奇啊，黏土呢佢乾了之後呢怎樣可以黏住黏住一起不會甩落嚟？用白膠，即代表你玩得少咯。哦，用白膠黏上去啊！冇錯，呢啲紙黏土咧，以後我諗我都可以開貨係嘛？可以維持幾耐啊？可以一直擺嘅。冇濕碎得啦，係啊。你覺得可唔可以呃到人啊？都唔錯嘅。加唔加個刀字啊？不過我用錢買嘅話，我即思考一下咯。我冇話賣喎。係啊。但是你要想这些真的非常好打发时间的东西，还有很多还有很多。嗯。给一些犀利的东西你看看。这些真的是我们做的。哇。看看得出是什么来的，现在很红的卡通人物你知不知道是什么？小朋友最喜欢在小学里面，在台湾来讲。是不是角落生物啊？没错。耶、yeah! 不知道我们的海外听众朋友你知不知道，现在在台湾还有就是在譬如说。日本好似都系、日本都系最红嘅呢一个卡通人物就系角落生物。角落生物咧，咁而家好多小朋友都好中意啦。咁我哋就用嗰啲冷线咧，自己做出嚟，似样啩？好犀利喎！其实我手艺都真系几好下嘅，睇唔出系嘛？系啊，睇唔出喎、啊。以为我净系识得讲嘢，不过多少歪歪地喎、啊。你想点啊？就地取材啫，都可以接受嘅。就地取材啫、啊。刘莹，我哋依一次嘅打电话咧，系咪先有抽奖啊？啊，系喎，唔通我冇讲抽奖？冇喎、啊，你冇讲喎，咩奖品喎、啊？但系
但我真的奇怪了，我們聽眾朋友明明很多都說要打入來的，現在暫時沒人打，要打的朋友你們就可以快點了，因為在之前一直都有很多朋友說很想跟我們做一些即時的現場交流，冇錯，難得有咁樣嘅機會，你唔好把握嘅話咧，咁就唔好怪。記得可以打電話嚟啊，明哥第一次主持啊，你慘啦，真係啊，咪有你啊啦，大啊，有明哥，所以居然咁啊。好，再落嚟咧，我哋嚟睇其他嘢好嘛？嗯，係啦，頭先我咪講咗比家超嘅，咁呢一個亦都係我哋同樣嘅一個遊戲，就係比賽，睇下邊個做哆啦 A 夢做得似，似唔似哆啦 A 夢，睇唔睇得出？看得出啊？一个咧，多少似招财猫啊？似招财猫咩？一个咧，又好似戴住面具嘅日本人咁嘅感觉喎。但系唔好怪佢哋啦，小朋友系咁噶啦。不过都似嘅。不过你哋可以估下边一个系六岁做嘅，边一个系十岁做嘅，可以估下。啊？猜中有冇礼物啦？有有，估下。我估呢个系十岁嘅。呢个六岁嘅，系系啊，哎、真系睇得出嚟，好有 call in 朋友啦。嗯，好啦，系来自广东嘅阿 Ben 啊。阿 Ben， 阿 Ben 你好啊。Hello， 刘莹、哎，哥你好，你好你好、啊、，Happy Friday。Happy Friday。哇，好耐冇同我哋联络咯、啊，你系啊，好耐冇见咯。我差啲唔记得你啦，我系好惊喜啊！你 surprise 係啊！我真係好驚喜，因為你實在好耐冇同我哋聯絡，估唔到呢一次嘅 call in 可以 call 到你出嚟，哇！實在難得難得。係啊，呢排呢兩年疫情啊，都係都自己匿埋做自己嘅嘢咯。係啊，呢兩年嘅疫情對你有冇影響啊 ，Ben？ 多唔少都有啲影響嘅，都係。呢段時間都係home office 多多咯，因為我自己嘅工作，都係做剪片啊嗰啲親外員拍好嗰啲外景啊，都翻屋企剪好啲片就 send 俾公司，都就係咁咯。如果真係要開會嘅話，就透過經過嗰啲視像會議即係同公司聯絡下咯。不過而家疫情嘅關係咧，應該好難出去拍片吧？都 OK 嘅。我呢邊都話咋嘛，疫情比較嚴重，但係我哋呢邊都唔算係感染嘅人數都唔算係好嚴重嗰只咯。咁啊 ，Ben 啊，你喺屋企都中意做咩啊？開會剪片，都係剪片咯，工作剪片，所以都係工作咯。得閒嘅話就上下 YouTube 學下英文學，真係好勤力嘅喎，好上進啊！阿 Ben 啊，你真係好耐好耐冇同我哋聯絡啊！係啊係啊，我記得多啲聯絡咯喎。係啊，喺度掃緊。嗯。記得多啲聯絡下，今日我多謝阿 Ben 啊，多謝曬你，多謝曬，真係好開心啊！好開心接到你電話。好，再落嚟下一位。哎，系来自台湾嘅世贤。杨世贤，居然俾你成功 call 咗入嚟。你好，你好。世贤话俾我听，今日电话好唔好打？好难打。好难打。我哋头先空咗咁样一大段，居然话好难打。打咗而家先通，唔难打咩？但系头先你哋而家节目开始咁耐噶啦喎。但系我哋中间冇听众打嚟喎。冇大手講嘢啫，唔係冇天眾打入嚟、啊，真係咁難打。係啊。哦，咁都好啲，安慰少少咯。如果唔係，我會覺得好傷心噶喎，唔應該咁噶喎。我笑、啊、先。係。喺屋企做啲咩啊？我估啊，先喺屋企就係瞓覺、唱歌、食嘢、聽歌噶。睇電視。係啊，睇電視咯。追劇。追劇咯，係啊。你追劇嘅咩？你唔係都係聽歌嘅咩嚇？劇都好追嘅。咁仲有咧？不過我覺得善最主要嘅娛樂都係聽歌、睇電視、唱歌啫喎嚇。係啊，講公司嘅嘢咯，公司嘅嘢都幾忙下嘅喎。而家疫情之下咧，好多公司需要上廣告喺電視台嘅，所以會更加忙碌咯。有得忙咪好咯，最驚係冇得忙咋，善。
系啊，系啊，最惊冇嘢做啊嘛。事然之前先至同我联络过，佢仲同我讲话呢一次 call in 系要嚟倾喺屋企可以做啲乜嘢。佢话呢个话题好难倾、啊。点解啊？因为佢话屋企冇嘢做。你解释下啦，你自己解释下。因为就系唔似人哋咁丰富咯。你客气啫。即系冇咁多睇多知咯。事然，你到底系系唔系一个中意出街嘅人嚟噶？平时吓、啊，你系唔系一个中意出街嘅人？唔系，但系我系一个中意出国嘅人。佢经常去新加坡。哦，系啊，咁你疫情系冇得出国咯。系啊，系啊。讲起出国就我哋都好担心啦。冇错冇错，我哋都系受影响人士。阿事然都系。阿思然平時咧中意去嗰啲短距離嘅旅行，哦，短距離東南亞嗰種啊，唔係講中意喺新加坡，新加坡啦，仲有中國大陸深圳啊、香港啊，全部都係佢故鄉嚟嘅，全部都係亞洲，係啊，方便啊嘛，交通又方便，佢真係去好多好多噶，新加坡嘅榴蓮都好出名，都幾好食噶喎。是啊，仲有北谷地咧，系啊系啊，海南鸡饭啊，系啊，仲有咖喱鱼头，系啊，仲有拉茶咧，饮奶茶咧。其实下次可以嚟倾有咩好食啊？系啊系啊，又可以大家分享咧，新加坡嘅北谷地同埋马来西亚北谷地咩分别咧？仲有可以学埋嗰个新加坡人讲嘅广东话咯。哦，同。他们的广东话跟我们讲的广东话是完全不同的，像明哥他们会加上很多马拉话，是像明哥为参参明哥的腔就像东南亚腔，不是吗？应该是啊，什么腔啊？腔啊，腔啊，腔调的腔，他们会加一些马拉话，什么几女啊那些，听得明啊？听得懂啊？听得明，明哥听几句啊，几女啊，即系几多钱啊？几多钱，梗系识啦，好犀利喎！讲笑，都系啲新加坡当地人教下我嘅。嗯，好，系啊，多谢晒善然 call 入嚟，好捧场啊！唔该晒，等阵先，等阵先，问埋呢一句先，善然啊，你喺屋企真系除咗头先讲到嘅呢啲食嘢啊、睇电视啊，冇其他嘢做啊？听节目，听节目，系啊，听节目系啊，唔该晒。唔得噶，事然，仲要运动啊，知唔知啊？就算喺屋企都要运动下。而家奥运啊，我支持一下。系。好，多谢晒事然，多谢晒。唔该晒。头先明哥咪讲奥运嘅，最近冇错，我哋屋企真系好多嘢做。睇电视啊嘛。奥运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呢一个系咪专门为奥运啊？呢个系，呢个系。咁嗰个咧？都有啦，对啦，故障啦，太兴奋啊嘛。你睇到咩？时候会用到呢、這、一个打羽毛球咯，哇！in 可能我哋听众朋友唔知道，阿明哥咧就系羽毛球高手嚟。冇话唔算系高手啦，以前有打羽毛球，系脚手，系嘛？唔系脚手，系搓冷板嘅。我哋系负责执波咁样啫，然之后斟茶递水。佢真系羽毛球球队嚟嘅，但系有冇上场我就唔知啦。都话坐冷板喎，但系佢好劲嘅，所以睇奥运嗰阵时，佢非常咁热烈，日日喺屋企就咁系咪啊？加油加油加油！你睇咩运动系最积极嘅？羽毛球咯，真系羽毛球。嗯，其实我乜嘢都睇嘅，系啊，我最中意睇嗰啲好刺激噶，譬如打乒乓球乜嘢啊，我都中意。但系嗰啲我最比较冇耐性就系睇马拉松嗰啲，因为动作都一样系啊。应该我跑太耐啊，你冇乜耐性。不过咧，好辛苦噶。时间无多了、啊、时间无多，我哋听众朋友，你再唔 call 我继续讲啦、啊、再嚟展示一下先。其实咧，我觉得我哋喺屋企真系要好把握时间。如果你即系因为疫情关系一直要喺屋企，你都搵唔搵嘢做嘅话咧，其实时间会过得好快嘅，同埋你会觉得好似好点咧，好空虚啊！一下就一日，一下就一日咁，但系又乜嘢都冇做。同埋仲有就系，如果你唔安排啲嘢，其实你嘅作息都会好混乱。嗯嗯嗯。咁咧就係因為我屋企有小朋友嘅關係啦，其實我覺得我都唔係一個主動嘅人，咁但係就係因為有小朋友嘅督促，係嘛？督促冇錯冇錯，有小朋友嘅督促，所以逼住你必須要時間到就起身，咁時間到你就必須要去揾嘢，揾嘢俾佢哋食，就算你唔食，佢哋都要食。仲有就係你必須要揾嘢俾佢哋玩，所以做一隻蛇，所以就有咁多嘅成品，呢啲都係平時得閒嘅時候，佢哋喺屋企慢慢做，慢慢做，其實真係好細粒嘅嗰啲。
這個咩嚟噶？細細粒細細粒嘅嗰啲積木仔砌出嚟嘅咯。哇，好犀利！好細粒噶，即係跌咗喺地上面，你都揾唔到，佢都可以砌出嚟。我覺得小朋友有陣時有啲耐性啊，有啲嗰啲，你只要陪住佢嘅話，佢哋真係幾犀利下嘅。對我嚟講啦，用放大鏡先可以做到出嚟嘅。好，再落嚟，我已經睇到旁邊工作人員喺度圈我哋啦。係啦，冇錯啦，我哋要抽獎啦喎。係啦，呢一個一直都冇同大家講嘅就係喺今日 call in 嘅現場，只要成功 call in 入嚟嘅朋友咧。我哋仲準備咗係有抽獎嘅，咁而家頭先成功 call in 入嚟嘅嗰啲名單已經喺裡面啦。好，咁到底邊個可以抽到我哋嘅大獎呢？咁你抽還是我抽啊？俾你啦。好啦，第一次啊嘛。係啦。好啦。咁我哋大獎係準備咗一份嘅，佢咧就係、是、故宮精品，係一套筆，仲有就係筆記簿成套嘅套組。哇！係啦。你開獎啦。好，邊一位呢？真系冇做假噶，冇做假噶，大家有冇睇到？恭喜晒！多谢，系来自越南嘅美霞。冇错啦，就系、是、越南嘅朱美霞，恭喜恭喜恭喜！系、yeah, 啦，好惊我讲明霞。系啊，好冇错，就系、是、越南嘅美霞。冇错啦，跟住咧。我哋呢一個 call in 仲有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嘅直播即將就結束啦，真係好唔捨得，好唔捨得大家。咁如果今日係因為線路嘅關係，你冇成功 call in 入嚟嘅話，當然就可惜啦。不過亦都歡迎你繼續同我哋保持聯絡，我哋亦都會喺往後嘅時間，亦都會安排各式嘅直播啊、交流啊同活動，希望可以同大家有更多聯絡、交通、溝通都交流，係啦，咁。大家記得啊，在今天的 Facebook， 大家一定要記得去按讚、留言，還有 share， 各方面都歡迎。按讚喎，我的讚去了哪裡？還有 YouTube 也歡迎大家多多支持，多多支持啊！大家有沒有聽到音樂啊？的而且確時間就已經所剩無多了。如果今天沒有成功 call in 來的朋友，你可以透過 email 或者其他聯絡的方式，將你們想跟我們講的說話留下在我們的央廣粵語的那個粉專，或者是另外寄信給我們都可以的。留言啊，他说我听明哥唱歌啊。哦，我是专登不讲那句的。咁下次啦，下次啦。好，明哥最后好，既然是有人信众要求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，我们就不播那些歌手的歌了，要播的就是明哥现场的演唱，大家记得拍手掌。准备好没有？音乐即刻开始。好，放音乐，放音乐。今天的播音就进行到这里，再下来就是明哥的现场演唱，先多谢大家。好，唔该晒喎，那就唱一条歌啦，《浪花一朵朵》。你帮手拍手掌啦。我要你陪着我。看着那海龟水中游，慢慢地趴在沙滩上，数着浪花一朵朵。你不要害怕，你不会寂寞，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，帮你乐悠悠。日子一天一天过，我们会慢慢长大，我不管你懂不懂我在唱什么，我只知道有一天啊，你一定会爱上我，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不错。时光匆匆匆匆流走，夜夜不回头，没你变成老太婆。哎呦，那个时候，我爷爷已经是个糟老头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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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一起手牵手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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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数着浪花一朵朵。我要你陪着我，看着那海龟水中游，慢慢地趴在沙滩上，数着浪花一朵朵。你不要害怕，你不会寂寞，我会
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，让你乐悠悠。日子一天一天过，我们会慢慢长大。我不懂你懂不懂我在唱什么，我知道有一天啊你一定会爱上我，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不错。时光匆匆匆匆流走，夜夜夜不回头，没你变成